是已经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，它是从站立式，无论你练任何功夫啊，跆拳击、跆拳道、空手道，任何有这个功夫背景的，你都可以参加这种比赛。它是从站立式到地面式，考量你的全身的这个格斗的技能，它不只是单一的拳或者腿。好，大家现在看到他们身上是没有带任何护具，包括他们的格斗手套都是露出五指的，非常薄，更切合实际像在现实当中的这种格斗。而且他们职业的比赛，职业拳手的比赛是不带任何护具的。现在已经到从站立式到了地面式，看来中方选手是更适合站立式的格斗。现在因为他们到了边缘，让他们不要抢劫。中锋选手用了一个腿的，但现在中锋选手的这个腿呢，已经锁住了菲律宾选手的这个腿。哥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为两位
东方选手打得相当的顽强啊。现在大家可以看出职业选手和业余选手的区别在于什么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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